那叫什么东西？我靠，忘记名字了，羞耻！他结膜炎呐、啊，想起来了啦。啊，结膜炎！我在想结膜炎呐、啊，怎么给打人啦、啊？他没有结膜炎的问题啊，他有啦。安安呐。他看起来是干眼症比较严重。有，怎么可能？他眼睛那么小，啊，眼睛小戴不到那个那种瞳孔放大片，在生气。我国中啊，那时候暑期辅导得了急性结膜炎，然后那时候都不用上课，超爽。为什么不用上课？会传染啊，结膜炎会传染。会啊，哦对吼，嗯，那不要在家里呢。哎，抱歉。我刚刚都没捡到掉落物哎，太急了，妈了，掉落好强。有了有了，这次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哦，刚好刚好，没事。限时任务完成。啊，奖励可以有多少啊？是两次哎、欸。解析状况，去看一下吧。有火龙种哎、欸。啊？什么古龙种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那个、啊。哪里啊？我怎么看到？我的解析状况有古龙种。是不是等级太低准了？要破坏，就破坏还是什么？玩过六次就有古龙种。觉得他等级还不够吧？没有，是我们的，我们的认可，我没有升 MR、欸。这是我们的哈？我说我这边没有提升 MR、欸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回报啊？你要回去 啊？你有回报吗？没有，不是你要回去。你要跟 iPhone 说话呢？我跟 iPhone 说话啊！哦，他是从探索中归来的。你49等了，先生。那我要从探索中归来吗？对啊。對你还想留恋呢、啊？要打死。哦，所以49也是一个卡等，是不是？嗯，没错。可以耶、欸。安安打完六星要打什么什么大乙地图，要怎么解？啊？你是大乙总荒地的地图吗？解什么？都六九了，我卡等了。等级要怎么看？你就按 ESC 啊，哦、看到、哦、ESC。石火加浮年，这边就有了。看 MR 等级 ，HR 等级。还是你是说巨魔之地？巨魔之地等级就这样啊，这边来按一下 C 就有等级啦。大概69是阶级。冷静。大姨要解什么任务？你是要解什么任务？没有什么任务可以解啊。要打角龙？你现在是要问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我跟观众讲话。耶，谢谢啊。你说巨魔之地的任务吗？你就一直打、啊，打一打，打一打，东西都会出来啊。只要是巨魔之地的东西会出的魔物都可以打。可以，现在可以赌博，赌那个可以出四级猪的那个啊，
就可以炼金啊，炼那个太古宝术或者刻印宝术。嗯，这好贵啊！超贵啊！什么没有用？代数，那种破裂跟褪色，好像是大乙种跟陆三。我差大乙种跟陆三虎的矿药值。我接了，我接了，帮我打任务。进来了。那我要刷一般的爆锤龙，爆锤龙是天可，我有啊，我有很多啊。好啊，那我们来刷一般的。我说我很多天可啊，没有啦，我有爆锤龙，刚才删掉几个。参加，我们现 在解他的主线任务啊。东北营地，我再不接主线就要被排挤，不能跟他们打。是我这个解完，你就是被排挤了。你卡着等他一下吧，他就真的进不去。对，现在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坎的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所以69是另外一个坎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打完这个就50多了嘛？对。那我就可以跟你们打60级的这个任务了。59，50，对，69以下的，你可以跟我们打。哦，那我还是得打快一点。那是要吗？嗯。那种瞬间加入。对啊，瞬间 OK。吓死！超高速 OK。道具可以，朋友吗？你的问题怎么都这么的奇怪？不是啊。是他的词句为什么这么怪、啊？道具可以朋友吗？啊，这又是什么问题？你说打一个给吧，道具可以给朋友吗？有些东西可以给，嗯，消耗品是可以的。对，有些人就是把一些东西给朋友之后，标存档重开，东西又回来了。我那样太累了。对啊，超累，一个一个给你一个小时，可能才给个不到100个。你给别人东西，不如帮他出去才对啊，而且或者是直接种下去啊，不差嘛，对啊。可恶，没被丢包，不玩了。打浮棉是不是要带那个？不用。神什么神饮料的、啊？提神饮料。对啊。我都没带，我直接开干呢、欸。元气饮料。因为我可以防御掉啦，所以。我是没有在带，我都怕你要先打谁？浮棉吧。地图只有显示是我。浮棉在那个9号那边。好，我都行。那就走吧。九号、啊。嗯，滑坡那边很大的坡，悬崖那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8号走过去，剁死他。闪光弹准备好，下面捡一些足迹。是几个很奇异状的，还是他说道具可以交朋友吗？道具可以交朋友吗？交朋友是是。你一看到你的朋友，就先拿出一罐提升饮料，喝给他看。我是大回复药是吧？拿那个，哥，我要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水啦！哎、欸，他走了。哎，敢跑、啊？那就八号营地了、啊，他会去八号营地隔壁。哎、啊，走回去，走回去，走。没得啦。我就还敢走过来，也没差。我顺便捡一下他的足迹啊！
提升一下等级。等你们。躲好躲好。哇，他要冲过来。这可以躲吗？问号。对，你不要给他看到就好。是吗？哎，他跳上去，哎，走回来。我又来啦，我又回去啦。你在哪里啊？在这啊。打他，上他，上他。他在那边看路，看那个，把。要不要吃吉娃娃？哎，搞出来！直接撞，直接撞！撞撞撞撞撞！哇！叫我撞的哦！我想说这时候不能啊！有啦，好，可是在上面。你给那？给那，给那，带走啦！还有一次，我在看到他屁股后面那条很长很长的，哎，那个藤蔓，你要走啊？就在这边啊！哎呀，走去哪啊？就是骑乘是吧？唉，对啊，我要选跳路。他想去撞那个了，哇，没撞成功。到了，然后我要回去剪掉路哦。我就是龙类啦，不用剪。干五百。好，你那个巨魔挖一挖。林北客家人呢？哦，好。加哈该。有啦。哇，两百，赚了。痛啊！抓了一下我的血，惨惨。他这闪的这个比较痛。防御万岁！嘿嘿，哎、欸，那个表情包真的很可爱。开始了，你看不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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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睡了吧？好，睡了。开始。啊，我以为你要睡他、啊。啊。还是没得来吧。哦，酷！我来，没有，找到了，还好。挂着珍珠忘记回来的，没关系啦，有回来就好啦。
老盾。掉落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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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落物。原来跟尾巴可以用两次啊！白痴，怎么是这个啦？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啦，要叫坐骑，坐骑是在 F1 的位置，他刚刚装死是在 F4 的位置，所以刚刚连续装死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他是上去了，追击他吧。看到了，哦，飞好远。来，给我走。好，我来。水啦！水啦！你再不抓他，快死了。哇，你怎么有颜文字？啊？你怎么现在才看到？我现在在看到，抱歉。这里，我这里。那、啊、请问吃货在哪？我猜右下吧。你不是那个 HD 都看到？在毒妖鸟的家是不是？好。哦，他飞了，没事。那就是飞八号跟那个中间。中间。嗯。毒妖鸟的家。没有，他刚在毒妖鸟的家，他现在被走了。哎、欸，吃火、喔？对啊，那可能就是去一号那边喝水啦。没有啊，在中间啊。对啊，不是一号啦。哦，看到了。我要叫乌龟。嗯。会动我的家伙，就是该拉动。他该有尾巴。没错。哎、欸，我跑走了，我的天！我觉得他要回他老家了。我看他在哪里。在那个雷狼。飞雷狼啊！雷狼。雷狼。飞爽呀！啊，飞爽没？对。然后拉个 U 字形，对对对，再往上，往上，往上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啊、好，然后咱们就去十七号营地走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哦，我想降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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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降落。对，还在降落。森林。十一号营地森林。我听到翅膀的声音，我去找他了。哎、欸，他在这，我开撞吗？撞啊！马上到啊！有就撞啊！到了，好，到了。哦，进不去，我软你一背。哎、欸，这位置好。对对。好，你们叫我、啊。动物的本能告诉我，我要死了。没有，没有这回事。我然后你要想知道你旁边有七个，他们才是最可怕的。没错，一旦经验值会这边再来一个。哦，爆桶啊，奇灭族！爆桶啊，奇灭族！哦，干！我来说，奇灭族才是最可怕的那一个。真的救我，敲我一下。来了，感谢感谢。
哎、欸，好爽！下巴碎裂血，膝盖碎裂。Oh my god！ 对不起，碎你下巴，碎你下巴。是。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想干坏事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你又想干什么？你又想干什么？不要看我。断尾啦！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去了。请掉了。我搞嘞？我没搞。借我剥你的皮。哎、是不是、啊？是不是动物的本能？虽然死的不是我，我觉得有快死了、欸。猫的报酬金，没错。我抓。把你的脸脸。尾巴嘞？下路上。哦哦哦。那区域。叮。红玉。红玉。后灵。后灵穴。哇，我看是不是有人。哇 ，HTT 你。后穴。后灵穴。后灵穴。他这家被后后啊，可以捕捉了。我仿佛看到他突然跛了一下脚嘛。没错，没错，只是被我中断了。嗯，钓鱼钓鱼。那这样我就剩下爆锤龙了。我需要爆锤龙。呀、啊，我还要天壳。来看看又是什么话？那什么？雌火龙的红玉，雌火龙的红玉，雌火龙的红玉，再加上刚刚挖到的四个，全部出售有77980块。哼，好多、啊。怎么又是有爱攻击？这也是就哎、欸，有爱不错啊，你广域化哎、欸。是啊，但平常不会配到我啊。那我们靠你近一点。耶、yeah, ！巨魔之地解放上线。哎、欸，要打什么？你要打什么？鼓锤。爆锤，爆锤！我要爆锤的天可。嗯、啊。黄体龙出现，请确认。要打吗？黄体龙也行。啊！所长。哎，没事没事。队长叫你对不对？差点就错过了。哦对，我还有四张。但是也不能先打，先打的话他就真的进不来我们这边了。抱歉，我拖累了你们。啊。
就赶快练。他们说什么100等才是开始，不是吗？不知道，就跟当时苍蓝星世界是100等开始啊。啊，现在是去节操那里吗？还是 HTT？我你才4等而已啊，去节操那才对。我5等啊。5等了。我现在51等啊，所以我的寂寞之气是5等的啊。好啊，都可以啊。都可以。可是我要打爆锤龙哎。可是爆锤龙你还没有出来啊。对啊。你们有吗？我要看一下、喔。还是一般的爆锤龙也可以啊，我看一下。我找一下。调查任务的爆锤龙行不行？我去看我的。爆锤龙的重二，我差一个哎、欸，所以应该是一般的调查任务的爆锤也可以。呀，敲下巴有什么问题？不是啊，问题不是下巴，问题是……我有爆锤龙哎，一看到就有了。你是说你的巨魔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调查。哦，我以为刚刚是在聊巨魔之地的话题。巨魔也可以吧。我不能去佛系那边。没有，我只是先看而已，我只是先看而已。我没有要干嘛？那打调查好了啦。好，对我比较友善。智力解导下，要吗？我看一下我的兄弟。我要嘛一次力解导他，要嘛打奖励很差的那一种。黑轰龙应该是不太会打吧？好，所以还好。我现在来看一下怎么配笛子好了，真的不知道怎么配。红龙不行啊！我的爆锤都是两人的，我没有四人爆锤。啊，自由任务有没有啊？哦，我有一个3个奖励的爆锤，很废，金银铜废四人，3次。可是我的那个一次死的是那个，我瞄一下。你要低奖励，我也是有的。那不然就打一次死，打拼一下啊、哦！我这个嘛，2金2银1铜。3银2银，不是啦，3金2银。好，打你的。好，就这么结束了。那你知道是一个人吗？2个人，对不对？4个人。哎呀！你知道可以几猫吗 ？Carry 一猫。可以3猫。不是，可以2猫。哇，什么好东西都要有这，可是我就是打不到好东西，像上次雷兰龙一样，气死。耶、yeah, ，天！我还是打不到哎、欸。那我还不吃个御神签？我等你死，我再出发。哇哇哈嘞！那个龙风飘爆，不惑哦。我又可以骑爆锤去找猫了。你昨天是骑骨锤吧？昨天是骨锤吗？昨天不是哦，爆锤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看到猫就想骑。我可以骑猫了。想干嘛？当然是找一下 Neko Pa 啦。好玩，然后顺便买 DLC 是吧？你在讲什么？啊，我不知道 Neko Pa 啦。我不知道 Neko Pa 啦。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。好，你讲第一人称我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。就那个样子。真的假的？你是说有香草巧克力那个？没错。哦。他的叫 Nico Pa， 他的名字叫 Nico Pa。人家都动画化了。对呀、啊。我记得还出第一集还是第二集？我还没看哎、欸。反正我没看。超、那個、这一次好多番哦、喔！天哪、啊。那种和谐过的动画我是不看的。不对，我只睡3个。啊，我现在只想等异世界跟那个谁。哎，你不是出了吗？异世界出了、啊。我要等它结束啊。哦，一次看。我不想慢慢等，哎呀，我想一次看完。啊？你接了，好，我来了。我看人家推荐的那个伪王的一整套套装，你接了，可是我不是，我是说你接了，不是我找我接啦、啊，对啊，你看那时嘞消失了，
要不然我们先打，将将估计等下会出现，我叫他直接来你这边。啊，我懒得。Nice， 还在吗？是真的不见了。是三人也是能打，我们和阿超一人当两人用。哇操！厉害了，我不会断尾之外什么都可以。然后他下巴而已啊，断尾的下巴跟天壳啊，断尾是 H T 的事啊。啊，我断尾这种卑微的工作交给我。那下巴是你跟 H T 的事。奈斯来了，奈斯。奈斯在让他超重棍两侧装的铁锤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教主。干嘛？笛子，我看有人说要可以配那个魏王的。